油菇虾，现在虾肉特别特别嫩。这个大虾线，看一看这个大虾线呢，这个给它去掉。现在要渐渐开始上黄，但是有黄的季节你就吃黄，然后没有黄的季节就吃肉，等它有黄的时候肉就少了。现在的肉是特别特别嫩的，很鲜。这个没有下线。